你愿不愿意听听我的故事？好啊。你有没有不能以真面目示人的时候？看来你能明白我从前的想法。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的低谷期，满身黑料，没有人愿意相信我，也没有一个容身之所。可偏偏就在那个时候遇到了一个特别讨厌我的人，可好死不死的我又做了他的保姆。开始的那段日子我每天都提心吊胆，生怕被他发现我的真实身份。但后来我发现他表面高冷，其实内心是一个善良温暖的傲娇二哈。更重要的是，在我充满光芒的时候他讨厌我，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他却给了我一个安身之所，还保护我安慰我。你说他是不是我的天使啊？既然你把他当作你的天使，那你为什么要隐瞒他呢？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口，我害怕我说出那个让他讨厌的名字，他就会远离我。谁的梦？